社长、那个刘副处长、两位总编辑，还有其他几位贵宾，还有我们今天主要的讲员，啊，还有我们各位《世界日报》的读者，大家好！啊，很欢迎大家今天在这么具有一个非常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一天，能够拨到时间来这边参加我们《世界日报》举办的“不容轻视进程辉解读”蒋介石之际专题演讲，这同时也是《世界日报》35周年为读者所举办的活动之一。啊，今年是辛亥百年，更重要的是建国百年。在建国百年过程当中，没有比得上这一本日记里面所蕴含的各种各种密码在里头。而唯一能够解读这个密码，我们想到那个《Indiana Jones》那个电影里头，有一位老者就是护着那个 Holy Grail。圣杯，等待解码者，等待真正懂的人来。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荣幸，我们今天看到这位护着这位圣杯的人，同时也是最重要最棘手的解码者。那我就不再浪费时间，而还有什么样的人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者，比我们世界日报总编辑翁总编辑更来得直接，更来得深刻。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我们现在请我们《世界日报》的总编辑翁总编辑。李副董事长，经文处刘副处长，还有在座的敬爱的读者，大家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演讲其实是延续我们《世界日报》35周年社庆的一系列的一个。中华民国百年的一个专案活动啊，我记得我们这个活动的开始第一场是，当然是重头戏是我们在元旦，访问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有一个百年元旦的一个专访。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访问1949大江大海的作者，请到纽约来啊，来做专题演讲。那我印象很清楚啊，在1月8号当天，我想当年在林肯中心的盛况啊，今天我们虽然场地比较小，我想同样的历史热情啊是依旧啊。当天我记得第二天《世界日报》的3版，我们的标题是龙应台，整个就是在纽约1949大江大海啊，在整个遗憾中有温情。他是以庶民的角度啊来谈这么多走过大时代的人对那个1949的感受。当天我们的2版处理什么呢？是郭岱君教授写的蒋介石日记的解读。他是1949啊，是蒋介石他日记里面就承认他是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年啊。那这样一个对照，也是我们的一个来看历史《世界日报》。今年陆续推出的一个专案的部分啊，那我们从1月2号开始啊，每个礼拜天有一个走进胡佛解读蒋介石日记，到明天要见报已经第二十二期啊。那这篇专栏大概是《世界日报》有史以来少见的、啊，建立读者版面期待感非常高的一个专栏啊，因为。这个就跟刚刚魏副总讲，里面有太多历史解码的东西在里面。那又是透过郭岱君的协助的统合，我们找到这么多世界各地的专家帮我们来看这一本日记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我跟郭岱君是1970年到74年，就民国59年到63年是在。台湾政大新闻系的同班同学，当年呢，我是比较规规矩矩去上课的学生。郭岱君呢，我平常上课很少看到他，他大概是经常是租在一个我们学校附近一个竹林里面非常清幽的房子读他自己的书。那我们班上也很奇怪啊，就是规规矩矩上课的人啊，出了学校以后都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成就，跟我一样也只能做报纸。反而是逃学的翘课的啊，后来在整个社会上啊，特殊领域都有蛮杰出的一个表现。那郭岱君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想他在我们政大毕业之后，后来到
美国 Oregon 念的政治学博士，后来他回台湾教书，然后从政，啊，在新闻局待过，后来他在总统府第一局的副局长，那我想用台北党政关系良好来形容他不为过啊。那当然他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他跟两蒋家族的有些关系也非常良好，这个也是为什么啊他到胡佛之后能够促成啊当政一个非常关键的穿针引线的人数，让蒋介石日记能够馆藏在胡佛。那我刚刚也问了他一些事情啊，我想等一下他自己都会的。我想蒋介石日记在胡佛对中华民国现代史啊一个公开，我是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啊一个选择啊。那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包括两岸三地是怎么样看这，包括全球各地现在形成一股所谓蒋介石学，两岸三地的蒋介石乐到底乐到什么地步，到底这个蒋介石学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内涵到底是什么。那我想等一下我们会郭女士会给我们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解说，我想我就不多说，我们现在就请我的同学郭教授郭代军。李副社长、翁总编辑、刘总编辑，还有魏总编辑，还有刘副处长，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好，我今天非常高兴。但是呢，在我开始跟各位做报告之前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啊，介绍两位特殊的人物跟各位，因为他们两位以及他的家族呢，都是在民国史之中啊非常重要而且很有贡献的啊。一位就是周达先生夫妇。周达先生，是周鲁先生啊，是这个党的元老啊，国民党的元老周鲁先生的公子。那么周鲁先生在民国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啊，不但是他的功绩、他的人品、他对政治跟学术上的贡献都是非常隽永的。所以今天周达先生跟夫人在这边呢，我就有点紧张，因为夫子面前不敢卖文章啊，所以等一下还要请您多指教。啊，另外一位呢是宋夫人宋朝丽雪女士，她英文叫 Shirley 宋，啊 Shirley。她是宋子安先生的媳妇儿，啊她也是这个在美国呢蒋宋孔家呢是代表的蒋宋孔家把这些档案捐赠到胡佛来，或是暂存到胡佛来，同时呢她负责是最先一个来审阅这个档案的人，也就是说。他比任何人都先看，然后这个档案要不要开，什么时候开，开多少，要不要有一些字要把它拿掉，都是由他来做一个建议啊。但是我们非常的幸运，他跟他的先生叫做宋仲虎先生 Leo 宋，他们都非常的 open， 所以呢档案都是开的，所以宋子文档案也是他们负责，没有一个字拿掉，包括这个对他们自己的先人不利的这些文字他们都保留，因为他们两位非常尊重历史，他希望把每个字都留下来。那这个历史要让别人来评断，不是家属自己来说了就算了啊。所以呢今天非常高兴他们两位能够在座，同时呢也要请他们多指教。刚才翁总编辑跟这个魏副总在谈到时候讲到我呢，说实上我要做一点更正啊，就是来函当场更正，因为参与这个计划有很多人，胡佛是一个整个的 team 在做，胡佛 institution 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不只是蒋公的日记啊，同时呢也包括国民党的档案还有其他的档案。那我呢只是历史上的各种的巧合以及各种因缘的巧合，还有呢上帝也在那边帮了忙，所以很多的机会凑在一起呢，使得我们在这样一个当儿呢能够把这些重大的历史让它开放出来。那我自己呢其实不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在里面是跟着来学习，所以要说我是什么专家学者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是真正的我不是客气，我是学 political science， 我不是学这个历史的，所以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学生，但是我因为有机会来参与这个案子呢，所以我今天比较能够拿到一些资料来这边跟各位来介绍。这是胡佛，
胡佛最有名的就是胡佛塔了啊。那么在斯坦福大学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呢，胡佛呢是我们有个叫做近代中国特长档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最主要就是 preserving histor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就我们想把历史为后代保留下来。所以历史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希望把它资料保存下来，那么让后代的人来了解这个历史啊。胡佛他本来就有很多的收藏啊，跟中国有关的，像是史迪威先生、魏德迈先生啊，这些都非常的多。中文方面的档案也非常的多，宋子文、张家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啊建党的资料等等的，那么都是非常的多。我们最早的还有清末的，像盛宣怀先生呢、啊，他们的档案。那么大家现在比较注意的啊，比较注意的，也换句话说，也是把胡佛跟我们读者比较拉近在一起的，是我们这五年来的一个特长档案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新增的档案，新增加了一个就是国民党档案，中国国民党的档案啊，各位没有听错，是中国国民党自己的档案。从新中会开始，1894年到2000年的档案，我们有六台这个空运的六台机器呢，到台北把它 microfilm 下来，原始档案还在台北。那我们把这些资料把它保存下来，保存下来之后呢，原始档案在国民党在台北，我们用 microfilm 呢？为什么用 microfilm？ 因为 microfilm 可以保存800年，是真正的能够把档案保存下来的。那么另外当然比较有名的就是两蒋的日记，蒋介石先生跟蒋经国先生。那么除此而外呢，在20世纪重要的政治社会啊文化方面的领袖的人物，宋子文先生、孔祥熙先生啊、曾祺先生，青年党的创办人，少年中国的创办人之一啊，阎立三先生、雷震、陈天放、黄振球啊，到民国以后，到台湾之后，阮义琛、李宗煌是做过云南省主席，蔡孟坚、马树礼等等等等的啊，这些档案都是我们新增的这个档案。那么，中国国民党的档案我们已经做了大概有150万页，我们希望在8年之间能够把大概400多万页的档案全部都把它保存下来啊，因为中国国民档案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早期的。中共早期的党史资料是他们长征时候的这个资料，画的这个人呢，当年是个年轻的红军，那么经过了长征以后呢，最后中共在1949年建国之后呢，他做过他们的文化部部长，做过驻法的大使啊，他叫黄震啊，是这个他画的，这都是当年的资料，宋子文的档案、孔祥熙的档案。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呢是蒋中正先生啊，蒋中正先生是个大帅哥。啊，从年轻中年到老都是个大帅哥。他的日记在2004年的12月21号进入到胡佛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各位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日记呢，其实是损坏的非常严重，发霉啊，然后潮湿，中间有很多的细菌，然后尤其是早年20年代跟早期30年代的日记呢，是打不开的，像一块砖头一样的。打不开的，所以胡佛经过了很多的处理，把这个日记呢慢慢的把它修复，一页一页的把它打开，然后做成像下面这样子，中间两个圆圆的那个就是 microfilm， 就是微缩胶卷啊，因为 microfilm 可以保存800年以上。这个是他早年的日记，这个是西安事变之后回到南京第二天的日记，各位可以看得到，你看损坏的非常严重，而且因为。这个毛笔写这个墨啊，上下页沁在一起，所以扒都扒不开，然后你看这个晕染的很严重啊，所以大部分我们都能把它修复了，但是好像还有20几页是没有办法读啊，就损坏的太严重了，还是没有办法读。你看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这个是西安事变的时候呢，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12月27号 Schuetz 他从1928年开始他的日记，每天都是从血池开始啊，本日一病下午会客，胞兄介清就是他的哥哥，胞兄介清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因为他在西安的时候他受伤了，他的脊椎啊和腿都受伤，余在病中，家人总不愿使余闻之，家人不想让我知道，呜呼，兄弟三人今只残余一人，蒙难之中，就是他在西安蒙难，使病兄惊悸啊，至其，因为听到他蒙难，吓到了，使他的病更加的严重。但于出险之讯，我出来了，这个讯息呢，彼已闻之，当可慰其灵矣。
就哥哥虽然今天过世，但他知道我已经平安出来，所以有一点点安慰啊。然后呢，今是日就是今天，腿部疼痛未减，精神亦不甚佳，仅会客数人问岳军，岳军是张群啊，当时是外交部部长，所以问岳军外交情况。好好玩的是下面晚，就是晚上啊，各位看到这里晚啊，今天晚上呢晚见汉卿，汉卿就是张学良啊，晚见汉卿，彼总强于已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悟之意。这个张学良这个先生很有意思，闯了那么大的祸，刚回到南京，而且蒋介石伤得很重，他跑过来说，你在西安答应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改组政府你怎么还不赶快做啊，就是极不识相了、啊、那然后呢强于实行改组而毫无悔悟之意，余乃我呢还善言未之，好好跟他说，并实告以军法会审之后，余将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我就跟他讲，你因为你闯那么大祸，我们不能不审判，但是审判之后呢我会给你特赦，让你戴罪图功之意。然后彼呢就是张学良，彼乃昂昂然而去啊。就像这个日记很有意思，就是西方的学者来看，他好不容易把每个字都看懂了，他不见得能体会其中的啊这种没有写出来的意思。这就是蒋介石对张学良非常的不满意，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啊。也许张学良只是规规矩矩的走出去，但他觉得他是昂昂然啊而去，所以他的这个看法不一样。那么这个是他在918事变之后啊他的日记啊，你看可以看到都是血池。这是他在1948年6月1号的日记，各位可以看到上月反省录那个录啊，下面不是五吗？大局之危险困厄，至开封沦陷为其极点啊，乃至其实他在1948年6月他已经感觉到要亡党亡国，乃至历代亡国之原因并不在于敌寇外患之强大，而在于内部之分崩离析啊。他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日记都看他非常节省制止，他不浪费一张纸，他都是从右上角写到左下角，写得满满的，所以这日记非常的浩瀚，是数千万字啊，数千万字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大啊。这个是他的圣经，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蒋介石到底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那么这是他读的圣经，这本圣经是吴金雄先生手抄的，那字比较大，我想他看起来比较方便。各位可以看到左边32年11月17日陈独臂，然后呢34年5月又第二次，然后6月又在第三次，他当然是每天读圣经，绝对不止读三次。那么这里面就是给各位看一看他的这个圣经，他很认真啊，每一句每一字都有点批，他的疑问和他的想法呢都写在这里。我们现在自从日记在2006年第一次开放以后，已经有数百个学者来看，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怀疑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在他的日记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言必称主，在他彷徨无依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他只有求主。那么特别是抗战之后以及49年内战失掉中国大陆到台湾以后，那么他对于这个基督的仰望信赖跟依赖那么更加的深重。那么我们在日记的做了很多的处理，现在已经全部都开放，这个是年轻的蒋介石。今天我跟各位的报告就从这里开始。1909年，蒋介石在日本啊，他刚刚加入同盟会，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啊，以表示他的志向：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玩我泽，东来志气在封侯。你看他是很有志向的啊，他到日本去还不只是想封侯而已啊，他想 more than 封侯，想要做比封侯更大的事情啊。他的一生。就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员，非常有志向，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他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理想，有他的这个追求啊。那么蒋介石在他人生的时候有几乎有60年跟中国近代史是有密切的关系，无论1949年之前在大陆或者1949年在台湾啊，他都是重大的政策的一个主导人啊，所以他的这个一生呢、啊、也正好是我们中国啊面临到各种的侵略，各种的挑战，无论是国际上的军事上的各方面的危机都是最严厉严重的时候，
所以他的日记呢，对我们今天有机会来看呢，是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啊，因为里面透露了太多讯息，太多的脉络，让我们来理解。所以过去呢，黄仁宇教授，哥伦比亚大学黄仁宇教授，我想他在纽约，各位可能很多啊跟他也认得的啊，他在1994年就讲，他说他非常期待讲日记的开放，因为讲日记的浩瀚跟完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并且预期1994年讲日记开放之后必会形成蒋介石学、蒋介石专家。那么很可惜，我们开放的时候黄教授已经过世了啊。那但是呢，他的预料呢都是成真的啊。今天确实是蒋介石的日记呢带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啊。透过这个新开的窗户，我们可以更加深入、更真切的来认识20世纪的中国。那么不但是20世纪的中国，蒋介石个人自己一生许多重大的事情，在这个日记里面很快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答案或是解答的这个脉络啊。他这一生大家所不能够理解或是有争议或者是彼此不认同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他如何在孙中山先生过世之后迅速的崛起，因为中山先生在这个1925年过世时候，蒋介石先生只是国民党里面一个中上级的军官啊，他如何能够在几年之内啊，把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国民党的大佬，包括我们今天周达先生他的父亲啊，周鲁先生，那么他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脱颖而出啊，后来成为国民党里面的党政军的这个领袖，中间到底原因有什么啊？这个 gimmick 在什么地方？啊，中山舰，这个都是中国大陆学者最想知道的事情啊。还有就是412清党到底怎么回事，中国大陆学者第一来就是要看这两年的这个日记啊。还有就是他到底反不反，到底抗不抗日啊？既然抗日，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啊？这到底怎么回事？还有他为什么痛恨共产党，毕生反共啊？原因是什么？他抗战时候跟史迪威的争执，还有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随着日记的开放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脉络。我今天就举几个例子来跟各位来看看蒋介石先生。第一个，抗不抗日啊？他自己是年轻时候是留日的，所以我想他对日本是有相当的了解。他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之后，他的日记呢开始每天都写一个尺或者血尺，一直到他过世，就是最后一天的日记都是如此的。那所以呢，我想他在日本人，他对日本是了解，他对日本是没有好印象，因为他整个日记里面都称日本人为倭或是日倭啊，甚至于连我们讲小日本这三个字他都很少称啊，他都是称倭或日倭。918事变其实呢，当天呢蒋介石并不知道发生918事变啊，因为他人在江西，他是第二天他才知道的，所以他的这个1931年的9月19，他的日记写的啊，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内乱不止，天灾匪祸相逼而来，恕我为王乎啊！那么当时呢，党内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日本人侵略我们，那么我们一定要抵抗。可是蒋介石跟一些人呢，就认为我们不能够抵抗，所以党内很快就有一些争论。那么他呢，也是年轻气盛呢。啊，他就说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了不起，我们就去打仗好了啊！大丈夫唯有一死，怕什么？所以他甚至于呢，把美玲他的太太，他的夫人，把他送到上海，因为他们当时在南京啊，把他送到上海。结果宋美龄到了上海之后很生气，他说：“国难当头，你为什么把我送走？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一起共度国难？”所以美玲去了上海几天，自己又跑回南京。所以讲在日记里面，虽然他责备他不应该回来，但他心里面非常的宽慰。啊，温暖，觉得夫人愿意跟他共赴国难。那么9月28号，他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一不测，当见为受命，特殊遗嘱。”所以他的遗嘱也是那一天写下他的遗嘱。然后第二天，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啊，苟为我祖宗什么什么，永无人格矣。那么到那一年1931年的12月15号，他决定要提出辞呈，因为这个时候呢，正好呢就是南京跟广州，是我们叫做宁汉分裂啊，宁汉分裂的时候。那么广州那个地方呢，因为呢他在这一年呢做了一件事情，他扣押了、软禁了胡汉民先生啊，这是他一生所做的他自己认为是错的事情之一。
他后来在日记里面他很后悔，他觉得他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比他做得更好，为什么他会那么冲动做了这个事情。当然还有很多原因，不是只是因为胡汉民的原因。那么所以孙科先生包括周鲁先生啊，在广州啊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央，那么跟他抗争，要他下野，要他负责，所以他的压力也很大。所以他最后准备下野，他说于心啊，哦对不起，那个于是我啊，于心嫉妒戚楚以守造之国家，辛劳八年，死伤部下30余万啊，金国负恶不归，因为蒋经国那时候还在俄国，民国犹在孩提，今日又为先母68岁诞辰，呜呼啊，于国不忠，于母不孝，于子为不子，自觉愧作啊，无地。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好的。他为什么心情那么不好呢？因为呢他觉得啊中国没有能力抗日不动了，因为他觉得中国没有能力下乡了解农村再来考大学。他主张知识分子要跟工农结合，军队要帮农民种地，要重新建立国民党跟农村基层的关系。如果你们不知道这是蒋介石日记，你们会以为是毛泽东的日记啊，对不对？说起来也不奇怪，因为当日凡是对中国当年的情况了解的话都知道中国的根本的问题在农村啊，大家也都知道，所以蒋介石也知道啊，他也知道，他也很关心土地的问题，他知道土地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啊，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来讲。所以他在日记经常讲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啊，他派肖珍成立土地银行，率领他的学生啊，做了很多的这个土地的丈量啊，各方面研究跟准备的工作啊。他也提出二五减租，实际上当年在陈诚在湖北，陈仪在福建，他们都有试行过这个二五减租，但是很快的因为抗战，所以就不可能再继续的做了。那么蒋介石呢，他经常读中国共产党的东西，毛泽东的讲话，尤其是一个叫做参考消息，他们内部的这个参考消息他经常读，每读完必有一些感想。他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在日记里写，他觉得，他说因为国民党大部分人不是都跑到西南后方去了，那么在这个占领军之内呢，有些地方像江西啊等等的，毛泽东那个共产党已经实行农民分地。他说抗战胜利复原的时候呢，我呢就让这些农民得到地了，就让他保留这个地吧。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认同，他觉得农民一定要有自己的地，要耕者有其地。所以他就想说，凡是在抗战期间农民拿到分到的地呢，也不必交回来，就让他保留。可是他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陈布雷立刻就跟他表示说行不通，他说这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之后呢，很多人跟他报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尤其是很多支持国民党的这些资本家地主就说，我们从你革命开始我们就支持你，现在我们追随政府跑到后方去，我们走了，那么这个共产党把一些地分给农民了，我们回去以后这个农民的地不还给我们，他说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很多的困难啊，有很多的让步跟妥协。那么大家都很关心二二八，但我今天不必谈二二八，我们不花时间。二二八现在自从日记开放以后已经没有争论了，大家都明白蒋介石并不是二二八的元凶哈，我们把它跳过去，我们不花时间了。大家可能很关心跟宋美龄的关系，因为很多人问说他们到底是政治婚姻还是真正的婚姻啊。不过呢，有数百个学者来看过日记以后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他跟宋美龄的感情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非常的惊讶他们有这么深厚的感情，有这么深的感情啊。那么他在日记里面称宋美龄三弟三妹美妹爱妻啊，你看他写的，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生至何处矣啊。你们不必笑，他就这么一两句罗曼蒂克，他基本上这个57年他都不那么罗曼蒂克啊。然后你看，接三妹信，忧喜交集，免我国事，劝我和蔼，心盛感愧。宋美龄经常劝他和蔼，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很喜欢发脾气，喜欢骂人，甚至于会打人，所以宋美龄经常劝他你要修养，要和蔼啊。然后三妹劝于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三妹免我勤劳国事，心盛自惭。他有一天在谈到这个宋美龄，他用了4个字来形容她，我现在一下不确定，薛礼他说什么，真得什么，哪4个字？不是那个蒋在日记里面也有讲到宋美龄，他认为她是贤德啊，非常贤良智慧，
然后他就分析他跟宋美龄的婚姻，他说我们呢是不但是夫妻之爱呢，同时我们是同志之爱，是有同志之爱。这很，今天年轻人结婚都不太在乎有没有夫妻之爱，大部分都是男女之爱啊，那么更不可能有同志之爱。所以蒋介石当时把他跟宋美龄的婚姻认为是有夫妻之爱也有同志之爱，那么他很感谢宋美龄在很多各方面，特别像在外交啊一些很多方面给他很多的鼓励很支持。在抗战时候，宋美龄到美国去，不是后来到美国去演讲吗？寻求美国的支持。那么蒋介石就讲，当天送他到机场啊，要进这个关口的时候，他说啊，我们两个人都低头不敢直视，彼此的头都不敢抬头看对方的眼睛啊，因为看了以后这个忍不住，因为依依不舍。然后宋美龄进去以后还频频回头啊，然后蒋介石回来日记写了一大堆啊，多么思念他啊，什么什么啊等等的。下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外面很多人讲，包括我过去在台北的时候，大家都说因为蒋介石年轻浮浪啊，所以呢他得了性病，他没有生育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宋美龄跟他结婚以后都没有办法生育。哎，可是日记开了以后，宋美龄怀孕啦啊，在怀孕之后呢他很兴奋很高兴啊，可是呢在1928年的8月24号有刺客到他们家来，宋美龄惊吓以后小产，这个刺客一次不成呢27号又来了啊，又两次，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他那个他生病，他还请了5天假到上海去陪宋美龄，他非常的难过啊，无任残黄啊，烦恼忧愁。那么这个刺客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也不是惊天大案，是一个被黄埔开除的人啊，一些恩恩怨怨纠葛的来刺客他。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国民党有很多机会来说明说宋美龄有怀过孕，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为什么不说明呢？但是我后来想也明白，因为我在总统的身边做过事，你知道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跑去跟总统报告啊，因为要总统问到你才能回答，要不然就太无理太冒昧。也就是说当年在蒋介石身边的人没有人敢跑去说报告委员长，外面说你有性病不能生育啊，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想是这个样子的啊，因为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抗战时候不是日本的这个炸弹炸这个奉化吗，把毛夫人给炸死了，就是蒋介石的第一任的原配啊，夫人给炸死。可这个时候在重庆已经是宋美龄是蒋夫人了嘛，那他们这个浙江的官员不知道怎么报这个丧，不知道如何称这个丧，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礼节和顾虑，是想了半天呢怎么讲呢，不能说什么什么毛夫人或者你的原配被炸死了，后来想了半天就变成金国先生令堂、啊、本日就这是国民党的文化啊，这是国民党的文化。下一个还有蒋纬国啊，蒋纬国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言说他并不是蒋介石亲生，但是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包括我在台北的时候呢，这些事情都没有出来，一直到蒋纬国自己生病了晚年，他在病重的时候呢，他跟他一个好朋友谈到这个事情，开始台北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耳语，但是呢没有证据。不过蒋介石的日记出来以后就非常的清楚啊，确实不是他亲生的，因为他是戴季陶所生啊，戴季陶呢是因为家有河东狮啊，所以呢不敢把这个儿子呢带回去，所以就交给蒋介石。那么蒋介石把蒋纬国带回来之后就真的把他当自己的孩子，而且他很喜欢纬国，他在日记里面经常写到纬国可爱，还有纬国生病他非常的担心啊，发烧啊，问什么都很担心啊，他的日记写纬很早就写纬国可爱巾帼可教啊，很早在日记里面就这么样的写了。所以到了这个要开始抗战之后呢，蒋经国1937年从俄国回来，他原来在俄国被当作人质，因为要抗战了嘛，所以呢苏联就把他放回来。那么同时呢蒋纬国呢在德国读书，这个时候也回来，但是蒋介石要他先去美国啊，他是学装甲兵的，先去美国学习一段时间再回来。所以呢到了纬国要回来啊，在1940年的年底的时候，快要过年了，纬国要回来了，哎，宋美龄就在想了，巾帼是毛夫人生的，哎，纬国是哪来的啊，他就问蒋介石，他说纬国何所出，蒋介石就不讲，不跟他讲啊。那两个人大家有一点争论，宋美龄就很不高兴，说你一个儿子那么大从哪来你都不告诉我、啊、
因为他想，也不是他的一个妾叫做姚野诚，也不是，更不是陈洁如生的，他是韦国到底哪来？宋美龄一气之下就跑到香港去，不回来，所以这时候要过年了啊，所以蒋介石就很难过，他说：“接妻不返鱼之寒呢、啊，我还是不告诉他，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信之，还是不告诉他。”然后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也啊，这是一个 typical 的蒋介石的心态。但是呢，其实他还是很在乎，因为宋美龄一去之下，连农历年他都不回来，不只是元旦不回来，连农历年都不回来啊。他说：“家中之事啊，不能与家人知道，同家亲人不能晤面，实为余生最大之遗憾啊。”这就是他就是不讲。所以今天可能年轻人不能体会，这有什么不能讲的呢？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人他觉得是一个承诺，他就是不讲啊，他就连宋美龄他都不讲啊。下一个。那么蒋介石当然我想有很多很多的面貌是我们过去大家不知道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军人，是一介武夫。他在日记里面最令学者们惊讶就是读书，他每天读书啊，而且很认真的读书。他的日记经常说晨起，早上起来静坐祷告，然后点就是拿出来的意思，点楚辞，点什么东西啊。他去黄埔在周中读民生主义，晚回家啊，途中又再读民生主义，他经常读。他读儒学、理学，他经常读马列的东西啊，他也学俄文，毛泽东的著作他是经常的读，在他的日记里面出现了很多。他读经济学、科学杂志，他也读福尔摩斯探案跟亚森罗平探案，他也读啊啊。那么这都当然不是抗战时候了，抗战这个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读啊，王阳明。读的最多，曾国藩、胡林翼，这是他读的最多。他特喜欢胡林翼，他每次读胡林翼，他好像觉得心有戚戚啊，特别喜欢胡林翼。《资治通鉴》、王传山、顾廷琏等等，他每天读，他在马上读，在舟车上读，生病的时候读啊，每天都读书。抗战时候，日本大轰炸重庆的时候，他那几天啊，那几天读的是这个《明儒学案》，《明儒学案》，他都读书。所以他自己在日记讲，他说啊。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这是他的决心。因为当圣贤太累了，对不对？豪杰多好呢。但是他在啊，在36年以后呢，他开始愿意以圣贤啊自居。那么他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啊？他经常在日记里问，为什么青年学生听他们的？为什么妇女不跟着我们走？为什么学生老批评我们？为什么大学教员支持他们？经常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甚至于在1939年亲自拟了一个问卷，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党员来回答，就是让国民党自己来思考啊。他特别觉得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跟效率这是国民党比不上的啊，所以在你看一直他经常这是39年到45年，他也讲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的联系的条文，书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啊，则败亡无日矣啊。他经常的下一个。他也在日记里面谈到他跟对共产，他从1923年到苏联第一次去访问苏联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这个共产党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现在是综合的，他就在日记里面说，他共产党是反对私有制，国民党是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不一样的。共产党是阶级斗争，国民党是要阶级合作。共产党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代表全民的利益。特别他在日记里面他讲，他说我们要治国，共产党是用仇恨、用阶级仇恨来治国，国民党呢不一样。他说啊，我们儒家是讲仁，耶稣基督是讲爱。他说，如果用仁爱可以治国，我为什么要用仇恨去治国？他的日记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就自我的一个思考了啊。下一个啊，不过呢，我们现在很快的跳到1949年的内战失败啊。这个内战失败呢，是他一生当然是最痛苦、最痛苦的。我想很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啊，各位都知道。内战时候很多国民党的要员都投共，很多投共，还有一些不愿意投共的就出走了，到香港啊，到美国啊，到欧洲去了。还有一些呢是最忠诚的蒋介石的朋友，他的部属不投共也不忍出走，最后就选择自杀啊。我想最有名的例子你们都知道，陈布雷自杀啊，还有就是那个戴季陶也自杀啊。所以你看1948年的12月23号，他做了一个梦啊！你看这个梦好可怜呢、啊。他
他说昨天晚上啊，得一梦，在一个新盖的一个楼梯还没有油漆呢，我就一直爬爬爬，一直努力的挣扎，但是都爬不上去。等到我好不容易爬到顶的时候，已经力竭气衰而醒。那么我想，因为内容太多太多了，我只能够挑这么一两个。他几乎在47、48、49都是这样子的日记的内容啊，都是这样子的。你看49年他写党由国跟总理一手创造，由中正一手完成，于爱此党此国胜于爱子。可是呢，我视于至其景视于至宝，时至今日由我养育而成的党国，而由我亲手把它毁掉了啊，此情此景何以堪？如果党国真的绝望，那我还有什么理由立足于世界？有何面目啊立足于世界呢？啊，那么他你看，在他很多的这种字眼啊，愧悔无地自容，己无面目见世人，顿机绝世了此一生啊。然后他说，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戴罪补过以求自赎。然后他也很开始，1948年11月24日，他开始想到台湾，这时候开始想到台湾。他说啊，党政军干部自私无能，散漫腐败，已不可救药。如欲复兴民族，重振旗鼓，必须舍弃现有的基础，缩小范围，另外选择一个单纯的环境进行根本改造，另起炉灶。这个时候，他所谓的单纯环境，他想到的是下一个，想到的是台湾啊。他在48年5月决定国民党迁台。啊，后国民党是先迁台，然后政府是一直到49年才正式的，49年年底才正式的迁台。然后呢，1949年1月他下野，他在下野之前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我想最后后来影响到台湾后来的发展啊。他在下野之前他做了几个决定，一个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当时呢正好是生病，动了手术到台北去休养。那么蒋介石呢就临时让他就就地接任台湾省主席，另外他让命令蒋经国跟于鸿钧把黄金运往台湾，还有一个就是把政府的档案、故宫的文物以及学者专家运往送到台湾去。当时在北京的机场，那个飞机每天都停在机场里面，把这些学者专家把他们送到台湾去。所以在1949年陈诚一到台湾1月开始就改革。事实上整个1949年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他打仗，各地的什么广州、福建、厦门，是层层在台湾已经开始改革。下一个，啊，再下一个。他在1949年，他做了很多的反省，他归纳中国大陆的失败。这个时候他人还不在台湾，啊，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大陆。他说，第一个是外交失败。他说他不应该相信外国人。他说啊，把外国人认相信他们呢，我是傻中之傻啊，自己是傻中之傻。另外就是军队的崩溃啊，第三个是党内的分裂。他觉得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他觉得党内的纠纷呢，这个裂缝无法缝补，是他最大的过失啊。他在好几次他谈到他的过失，他没有把党内的这些派系处理好啊。那么第四个很好笑，他说中国大陆的失败当然是因为金融经济的崩溃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他认为这个原因是误用宋子文一人，这是太简单化了，对不对啊？这太，我想他不懂经济，所以他认为就是误用宋，因为宋子文在做行政院院长的时候呢，他答应大家把中央银行的黄金拿出来，让美元拿出来跟老百姓兑换，因为这时候内战，老百姓这个对国家的币值没有信心，说想换黄金美元比较可靠。那很多人就说你不可以拿出去，拿出去我们就没了。可是宋子文是他认为我们要取信于人民，要表示我们政府有信心拿出来换，结果一换换了一半，就把库存的一半的黄金都换掉了。所以蒋介石非常生气，蒋介石就说子文把全部的黄金败光，实际上只有一半。第五个，他说辍学了美国的民主啊，各位一定还记得，因为在1946年就开始行宪嘛，对不对？开始投票选举啊，这个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总统。但是呢，他后来反省，他说啊，中国是未及民主而硬行民主，就还不成熟啊。那么下一个呢，他就讲他自己本身轻浮暴躁啊，他说自己的个性太强，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觉，以致无人进言，不敢集思广益折中。这是蒋介石的一个毛病，确实他很 micro management， 很多大小事都要管啊。我们看到很多即使是打仗的时候，他都要在他的小屋子里面各种的什么都要管啊，那个军队的这个士兵的口袋有没有放好啊，这个伙食如何，他都管得很多很多很多啊。所以因为他什么都管，人家就不敢讲话了。
那另外就是他提的，他说没有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他这个宣传不是只是 propaganda， 而是实行的意思，没有执行啊。因为1949年2月3号，他下野之后回到他的故乡，他就有一天他就写，他说我回到故乡，我就发现我们奉化40年来没有什么变化。他说即使是我的家乡，本党执政已经超过20年，怎么人民生活没什么变化？他非常惭愧啊，非常的惭愧。所以他觉得，他说党啊，大家呢只重做官而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啊，对于社会与民众的福利毫未着手。所以他说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为晚啊。下一个，那么他在这个反省的时候呢，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一定会想，49年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大失败，那肯就蒋介石，肯定蒋介石一定要骂共产党，都是共产党害的。可是很奇怪，包括我在内，我非常的惊讶，他在整个的反省，包括50年出的，他都没有归咎于共产党，这是大家不敢相信，你只有自己去看你才知道啊。我的老师殷允鹏啊，殷允鹏老师他来看，他看了以后他很惊讶，他戴军，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完全没有归咎共产党。在2年前呢，中国大陆有一位领导人物啊，他不让我们说他的姓名啊，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物来专程来看蒋介石日记，并且指明要看1949年的日记啊。他来的阵仗很大，是驻美大使陪他来，他带了好几个部长副部长来啊。你们现在可以 imagine 他的职务有多高。然后呢，我们特辟一个房间，因为他要求不能让人家知道，所以我们特辟一个房间给他看，他就指定要看1949年，我们就把1949年的日记拿出来。他到了以后啊，他就讲手背的后面，我看看蒋介石怎么骂我们的，他就这么说。我赶快跟他报告，我说你会失望啊，因为我已经看过了，我说你会失望。他没有归咎共产党，他反省的是国民党跟他自己啊。他但这位先生是大概停留了有大概有70分钟，他很认真的看，看完以后不讲话走了啊，不讲话。我想他不需要讲话。就他走了之后呢，刚才我跟翁总经理谈到，不久他们就派了由他们的中共中央的这个叫什么，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就是很像我们的党国民党的党史馆一样啊，负责党史的率领了21个省的党史负责人，一个团体到我们胡佛来啊，那么待了从早上到下午待了一整天。那我想这个对他们是很大的震撼，因为他真的没有骂共产党。甚至于我跟薛丽讲，我说哎，薛丽，我们总找一两句骂共产党的吧。薛丽说哎，还真找不出来。后来薛丽有一天打电话，哎，戴军，我找到一个。我说什么啊？他说哦，他有一天呢看到一个毛毛虫，他就说这个毛泽东什么什么的，我一定。那我说这个也不叫归咎共产党，这基本上不是说把国民党的失败怪在共产党的身上啊。那么我想就是因为他是真正的在反省和检讨，所以才会有后来到台湾的改革。如果他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给别人，他不可能改革嘛，对不对？如果国民党没错，怎么会失掉中国大陆？国民党的军队没错，怎么会打仗都失败呢？所以到了台湾以后呢，基本上是改革。我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现在几点啊？谁说的？在台湾以后呢，是进行一个改革。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他这个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对党员从思想上根本的改造。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啊，这个中央改造委员会过去呢大家没有怎么注意，实际上了解的话是很重要，因为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改造委员就已经不是当年的国民党的大员，基本上都是一批比较年轻的啊，蒋介石亲自挑选的。他同时在这个成立这个改造委员会的时候，他就把一些他认为不好的这些国民党的，他最一个要除掉国民党的派系，他就把这些派系除掉。为了国民党里面最大的派系叫做 CC 派啊，叫 CC 派。这个 CC 派呢，就是陈立夫、陈果夫他们两兄弟啊，所以一个叫做 Chen， 要不然就是他们叫做 Central Club， 所以都是 CC。那么 CC 派的人呢，在政府里面，在国民大会、在立法院都很多的人，
所以蒋介石一定要 CC 派不能够再让他在台湾以后不能够再像过去中国大陆那么样的嚣张，所以他命令陈立夫出国。他的日记里面写，他亲自跟陈立夫说你走，而且立刻走，他就要出去。陈立夫跟他讲说，我保证不再牵涉政治。这个时候陈果夫已经生病啊，已经病重了啊，他说我保证将来绝对不干涉政。蒋介石跟他说，你不干政，你不从政，但是你的人会啊，因为只要你在，你的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啊。那陈立夫当然是心非常的不甘，但是还是要走，而且走得非常的仓促啊，非常的急啊。就蒋介石让他在日记里面都有他们两个的这个对话。改造委员会在1950到52年的两年之间，开了420次会议，好辛苦啊。你看，两年之间开了420次会议，换句话就是说，大概一个礼拜要开个2-3次的这个会议啊。那么，改造委员会的档案现在已经都开放了，在胡佛、在台北的国民党都有开放。你去看以后，你就知道，刚才我们谈到了他那些什么工人、妇女运动，这个农民啊、学生啊，什么什么的啊，党的组织改造、基层改造，都在改造委员会一一的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改造委员会实际上是对于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站立起来呢，是做一个根本上一个从基础上的一个变化啊，很重要。那么另外就是土地改革啊，土地改革最早是375减租，接下来是工地放领，然后呢就是耕者有其田啊。今天在座的一定很多从台湾出来的啊，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土地改革很成功。实际上呢，听我们有机会去看陈诚的资料、蒋介石的日记以及其他的这个资料以后，我们就看土地改革也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375减租很容易了，375减租就是规政府下个行政命令，规定佃农的这个租金绝对不可以超过37.5%，也就是佃农跟他们付给地主的这个租金，这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达到。第二个是1951年的工地放领，工地放领就是政府把手上的农地放给农民，就是无息贷款给农民，然后农民呢分10年。用谷物偿还，不是用金钱，用他的这个农作物来偿还。这一点呢，政府肯做，有决心做，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到了1953年，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耕者有其田，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没地了，因为政府的地已经给农民了嘛，但是还是有很多农民没有地啊。可是政府这时候口袋没有钱啊，这个问题挑战就来了。所以里面党内就有很多的讨论，包括国民党内的会议。讲的日记里面还有陈诚的回忆录都有提到，有人就说那我们等一阵子再等等看吧，因为政府现在没钱嘛，我们干脆延后。可是陈诚就坚持说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做，所以他就让他的部署啊去想办法来解这个套，怎么来做啊。那么就出现了两个聪明的人，一个是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叫严家淦，另外一个是当时的台湾省的这个建设厅厅长，台湾省财政厅厅长叫任显群。他们就给陈诚呢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啊，既然政府手上没有钱了，那我们干脆把政府的拿四个公营公司，就政府的公司啊，把它呢股票呢跟这个地主换地，也就是说把这个公营公司的股票给地主，然后地主把田换给我们。各位现在听起来觉得没什么吧，在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国民党是计划经济啊，国民党从来就是计划经济，不但是 plan economy， 而且是 command economy。国民党在1949年到台湾的时候，76%的产业都是在政府手中，都是在党的或是省政府，要不然就中央政府的，都在政府的手中。国民党是很计划经济的，因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很清楚啊，民生主义就是一句话嘛，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所以是要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所以当严家淦他们这个计划一提出来以后，党内轩然大波啊，这个不得了了，不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大概陈诚去跟蒋介石报告，所以蒋介石的日记就很好玩，你可以看到今天有农业专家来了，他就跟他讨论公营企业之事，又跟任显群讨论股票的问题，又问吴国桢有关国营企业的问题，他开始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1953年，就是因为耕者有其田，政府没有钱，所以准备拿四家公司，就是农林工矿水泥，还有一个叫什么我现在一下忘了，还有一家什么，四个大的公司要跟地主换地。那么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引起了在1953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叫做大辩论。当时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经济辩论，很经济学家、政府官员都出来辩论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蒋介石跟陈诚的心意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支持这样做啊，愿意把这个民营化，就是把公营企业民营化，跟地主来换地，他们支持这么做。他们要这么做，地主还不甘愿呢。就是因为换地，所以很多地主火了，跑到日本什么，变成后来的台独啊？为什么呢？因为在1954年的时候，你把这些股票给这些地主，他从来没看过股票，他想我那么大的绿油油的地，跟你换几张纸啊？有的地主很气，就把它贴在墙壁上啊。那么有的就火了，就跑走。但是各位都知道，后来都成了巨富，对不对？啊，台泥就是孤家的嘛，对不对？当时跟政府换股票的，后来因为经济发展，他们都成为台控，已经不是 rich people， 都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可是这个事情在国民党党内是很不容易，这个结打不开啊，很多国民党的人转不了这个弯儿，特别是一个叫做三民主义派的人啊，就包括有经济学家、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他们特别特别没办法，所以他们就骂这个陈诚，骂严家淦，骂这个尹仲荣。就当时的这个鼓励这个要换地，就是民营化的人啊，还有任显群，你们这些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啊！我们开车子怎么可以没有方向盘？没有方向盘的话，怎么还可以这个车子一定要出事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计划经济，要政府主导，绝对不可以私营经济，不可以民营化啊！当时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辩论。不过呢，很有趣的呢，就是这个政府的。陈诚他们下决心之后，这政府的官员意志非常坚决，所以尹仲荣特别是一个愿意表达意见啊，愿意推广他的想法，所以尹仲荣啊，他们开始就在那个很多的场合开始为政府来解释。所以尹仲荣那个时候经常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去，还有在立法院、在国民大会代表跟他们讲说啊，政府今天拿四大公营公司跟地主换地是不得已，因为政府没有钱啊，因为政府没有钱。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子来做。那他们就问，那你这样子民营化以后，你是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他说不会，他说孙中山先生是要一个公平，他说我们虽然地主拿了这个国营企业的股票，他变成国营企业的老板，而这个国营企业就变成私营企业，地主会发财，地主会赚钱，他但是呢，我们可以征税，我们用 taxation 征税把公平再拿回来嘛，他赚多少我们按照他的比例来征税，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社会的公平。所以那个时候尹仲荣先生经常在这个辩论。那我曾经做过口述的访问，访问了王昭明先生跟叶万安先生，这两位呢都是在整个台湾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两个当时都很年轻，都是做秘书。他们两个在讲到尹仲荣在为了这个四大公司换地啊，就是要民营化的时候，他们两个说，哎呀，尹先生到处去解释，到处去辩论啊，他说两个人同时用了四个字，他说尹先生经常是声泪俱下啊，为了这个政策来解释。那么叶万安先生特别跟我讲，他说我去访问他，说已经80多岁了，他带军了，他说有一幕啊，50年了我都忘不了啊。他说他在50年代初期跟着尹仲荣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去，尹先生就在台上跟大家解释啊，政府的政策民营化是必须要走的路啊，等等等讲。讲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因为叶万先生是秘书在记录，哎，他忽然发现怎么地上一滩血，这个血就从尹仲荣的这个裤管呐、啊、流下来，这个袜子、鞋子都湿了一滩血。叶万吓了一跳，他赶快跑上去推一下，他说：“尹先生，你看。”结果尹先生回头哦，就哦一下又继续讲，好像没发生一样啊。我想知情的人知道，你这个就是他有很严重的痔疮啊，他那就是痔疮那个血流了一地。他根本不管他，继续的讲，啊，叶万安就讲，他说郭小姐，他说50多年来这一幕啊，我历历在目，我忘不了。那我这样子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改革没有那么容易啊，一个脑袋的换，这单单突破孙中山先生的节制私人资本不容易。不过到了1953年的春天，蒋介石的脑袋换了，所以呢，王昭明就讲，有一天呢，他们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是在叫做经济安定委员会，啊。那里面的工业委员会，他说他们接到上面的命令，说要他们呢去想想看怎么样帮这个节制私人资本解套，因为你这个国富的话摆在那里的，你今天不能够民营化嘛，
因为节制私人资本，所以他说我们就去想想想，后来想到一个办法，他们就提供上去。他说啊，所谓节制啊，是调节管制，啊，就是节制呢，不是 restriction， 不是限制，而是 adjustment and management， 是调节管制。他说郭小姐，你去看，不久以后蒋公开始讲话了。哎，节制私人资本的意思并不是要限制私人资本，而是要调节跟管制。他说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年轻人，他什么钱存呐，有刘太英呐，他说是他们想出来的。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脑袋开始换了，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不但在1949跟50的时候改革土地改革，还有呢50年的这个秋天开始呢决定要实施地方自治。那么从1951年正式开始实施，各位，地方自治就是选举啦，就是县市长、省议会啊，什么这乡镇市长的直接选举。各位别忘了，那是1950年跟51年的，韩战还没爆发耶。韩战还没爆发之前，他们就决定实行地方选举，所以这个想法一拿出来以后，立刻身边的人就反对了，说这还得了？因为外省人少，台湾人多啊。你一实行直接的选举，那不是马上这些什么各县市长官员都是本省人，他说我们外省人没地方没有饭吃了啊，所以很多人反对。但是在蒋的日记里面呢，他觉得这个民主是要走，而且因为他也明白了一定要跟取得台湾老百姓的这个信任，因为一个土地改革已经取得农民的信任，那么接下来呢是要有选举，透过选举才能真正取得台湾老百姓的信任。所以但是很好玩，就看他的日记啊，其实他看陈诚他们那些国民党的领导人在五零年代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他们都没有做过嘛，他只知道民主是不错的东西啊，德先生、赛先生，我们要投票要什么，实际上的民主怎么来的他并不清楚。所以我看蒋介石日记很好笑，他在1951年的一月，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第一次的县市长选举，他们当时很也是我想是为了谨慎起见，并没有一次选举，他把台湾的这个县市长分三批啊，像这个基隆、宜兰、台中是属于第一批的选举，台北是最后一批的选举，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万一有什么状况比较能够调节管制。然后很好笑，台中是第一站啊，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候选人姓陈，尔东陈，我现在名字一下记不起来，然后另外一个无党籍的人呢姓杨啊，穆义杨。这个杨是什么人呢？是当时台湾省民政厅厅长，叫杨昭嘉，是他的弟弟。他们杨家在台中就是世家，所以很有势力。所以这个杨在选举的时候呢，当然就难免就批评一些国民党的现行的政策。蒋介石日记，他每天注意这个台中的选举啊，然后他有批评，他就很不高兴，有对党的政策有一点骂。我估计啊，也不是什么大批评，啊，各位别忘了二二八事变没有多久，当时台湾人还是心有余悸啊。啊，我估计所谓大批评也不至于，但是蒋着看他就很不高兴。那么有一天呢，他忍不住了，他打个电话给吴国桢，当时是台湾省主席，他说你去告诉这个姓杨的，叫他退选，退出选举。啊，他说老是批评政府，叫他退出选举。这吴国桢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不能不做，吴国桢就去把这个姓杨的找来了。哎，没想到这姓杨的态度良好，态度非常好，立刻同意退选。啊。他为什么立刻同意也不难呢？因为我想二八事变过没有多久嘛，大家对于这种威权还是心有余悸啊，所以吴国桢就跟蒋介石报告，他说对方态度良好，同意退选。哎，蒋介石反而他很讶异，他心甚不安，他反而不好意思，他觉得不好，就他也在想，我既然要民主，我又容不得人家批评啊，我还叫了省主席打电话，这样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一段事情啊。因为吴国桢也没有说出来，因为在他的回忆录都没提到这些事，他就犹豫，接连的几天他就继续发展，看发展，他最后又跟吴国桢讲，他说让他选吧，然后他做了那个决定之后，他当天的日记写是，他说是心为之宽慰也，就是 released 啊，为之宽，但他还是很注意啊，他每天就密集的在注意，他好在是那个时候，他现在要忙死了啊。那注意，结果第一次投票呢，这个姓杨跟姓陈的都没有过半，所以没有一个人当选，要准备第二次投票。好了，他日记又来研究，到底我要不要让这姓杨的退出，因为姓陈的有机会啦，因为姓陈跟他票也蛮接近的嘛，姓陈的有机会了，他的日记里面就在犹豫，在考虑，最后还是决定让他选。
所以第一任的台中市长不是国民党，叫做杨什么，这个都可以去查的，你们到网上可以去查啊。同样的，台北市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是这个暂时的首都所在地，台北市的情况比台中更困难。为什么？台北市是不是高玉树？是吴三连。吴三连是民间声望家世都很好，吴三连是一开始就遥遥领先啊，遥遥领先那个国民党的人。那这些国民党人又很紧张，蒋介石又在犹豫，大家来跟他报告说要不要停止选举或者延后选举，但是他最后决定，他有一些挣扎，最后决定让他。所以第一届台北市长也不是国民党啊，所以很多人担心，这还得了啊？这个台中变成非国民党，台北也变成非国民党，那台湾不是要变色了吗？可是事实上的发展不是，因为透过了这些选举以后呢，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来选举，所以这也是国民党为什么后来在台湾有55年啊一直在执政的原因啊。所以我想这个经验我一直很想跟中国大陆的朋友来分享啊，因为他们对很多的民主的尝试就是很谨慎很害怕。实际上你想，当年蒋介石陈诚他们也不懂什么叫民主啊，但是他有决心，对不对？你做了，只要你能够很诚意的做，并且尽量不要干扰，尽量不干扰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民主就是要慢慢慢慢的成长出来的嘛。中间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就是要一步一步的走，要不然不可能啊这样子的成长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在整个的49年到60年的时候呢，台湾经过了一个大的变化啊，不但党的组织跟理念从基本上的改变，政府的这个领导也改变了。那么特别就是特别讲究效率跟廉洁。那另外就是经济，10年之间从计划经济啊变成市场经济。下一个，那么到了不但是在这个54年开始就是私营化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公司都私营化，不但是这样子，而且是凡是美元资源的公司，大部分都交给民营公司。所以当时的什么肥皂、脚踏车、缝衣机、台玻璃啊，什么台湾水泥，还有台塑，都是这么出来的。台塑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也很好玩。在1954年的时候呢，这个工业委员会他们决定呢、啊，要发展塑胶工业，因为民生日用品很多都需要塑胶。那尹仲荣呢就想啊，就去找到一个人，是当时叫台纸公司何传啊，他的哥哥叫何毅，他就找了何毅先生，就是仁义道德的义。因为纸总有一点 chemical 嘛，对不对？稍微扯一点边呢、啊，他就把何毅找来，他就说：现在我们工业委员会要发展这个塑胶工业，我们政府帮你计划，政府帮你找钱啊，政府送你去日本学习，然后呢，你们来开这个公司，然后我们还派专家去你们工厂协助你，这多好啊，对不对？那么何毅就答应了，结果就送他去日本。他去了日本一看呢、啊，哎呀，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塑胶跟纸不一样啊，他发现蛮复杂的。所以他考虑了很久以后呢，回来他就跟工业委员会报告，他说我想我还是没有能力做，算了，我放弃好了。那这个工业委员会尹仲荣他们今天就傻眼了，因为他已经跟美元申请到这笔经费了，你现在不做的话这个钱怎么办呢？退回去太可惜了。尹仲荣灵机一动，他就从台湾银行的账户里面拿出来看，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隐私权啊，他就把这个存款账户拿出来看，翻到王永庆，他有500万台币新台币的存款，因为你这个人总要有点家财嘛，对不对？王永庆那时候跟他的弟弟在做木材，根本跟这个化学是一点都沾不上边的，但是因为他有500万，他就把他找过来，他就问说你愿不愿意。王永庆胆子很大，我愿意。他跟尹仲荣讲完以后出来以后，他就问说那个 plastic 是什么东西啊，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他就愿意了。但是你看，这就这么一个决定，这两大家族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两家的后人我都认识，所以何家说：“哎呀，当年就没有做，要做了我们也是台塑了啊。”那么，但这个就是说，这个很多很多的改革，民营化。然后呢，到了1958年的时候，做这个外汇贸易改革。外汇贸易改革呢，就是政府对外汇的管制要放松，要鼓励出口啊。那么鼓励出口，你知道不是只是放松外汇。因为政府一放松外汇，就等于他对于社会经济很多方面的管制都放松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在上高层有很大的考量。但最后蒋介石他的日记，他开了很多会议，有很多的商量，最后决定支持外汇贸易改革。各位看一看，
外汇贸易的改革在那一天啊，在1958年的3月12号那一天就宣布了改进外汇贸易方案三件事情。第一个，新台币贬值啊，从多少？从24.58贬成40，哎，你想怎么敢呢？怎么那么大胆？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这是好大好大的决心啊，跟勇气啊！另外就是把当时的很多很多汇率把它单元化，另外一个是减少政府的管制等等等等等等。今天我们主题不是谈这个，那我主要就是说，在他的日记里面，我们不是只看到他自己个人的一些事件，我们看到政府政策的一些变化，包括经济的改革。那么改革当然是非常难的，没有一个改革是容易的啊，因为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于既得势力啊。那么你想既得势力有多少？因为刚才我跟各位报告过，70%以上的企业都是国营的嘛，那么这种董事长总经理有多少啊？那么他们都是反对的。那另外就是政府里面也有支持国营企业的，还有一些人就是换不了脑袋的人啊。所以整个的国民党在50年代有很多的挣扎啊，这里面国民党的官员，他的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啊，主管财经的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挣扎，甚至于拍桌子相骂，各种政策不一样，像尹仲荣跟徐伯元先生他们就死对头啊。但是难得的就是说，蒋介石和陈诚他们本人在这些争论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换脑袋，他们开始学习，而在最后他们支持改革啊，他们都最后是支持改革。所以从换脑袋制度改革开始，慢慢的整个台湾的经济政治制度开始变化。那么蒋介石在台湾，蒋介石在下一章，他在台湾呢当然是心系中国啊，他在50年代是想反攻，他基本上就是经济的大权大的重大决定他基本上是信赖陈诚，他自己是抓这个军事啊和外交，他有很多很多想反攻，所以现在已经很多档案出来，什么国光计划什么一大堆，确有其事，他在日记上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那么但是呢，在1958年之后呢，大概反攻的机会是渺茫，他明白，因为美国也在很多的机会里面告诉他啊，所以虽然他很想很想反攻，但在58年之后呢，这个大概他也知道这个机会是不大啊。在韩战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杜鲁门他们曾经考虑要用使用原子弹，但是蒋介石在日记里他反对使用原子弹，他就嘱咐这个驻美大使要表达我们的意见，他说不愿意用原子弹再用在中国。同样的54年，中国大陆有一个说是数十年的最大的水灾，那也有人跟他提议说，哎，现在中国大陆洪荒遍地，我们正好可以反攻。你看他日记写，他说武汉水位啊，前日已超过民国20年水灾之70以上，不知大陆人民如何过，呜呼啊，茫茫苍天，嘟嘟嘟。然后他说水灾惨重，中外人士多已可以趁机反攻大陆，时不可失。鱼呢，我认为不可啊，因为长江以南一片汪洋，不但军事发展不易，而且哀鸿遍地，我们如果没有救济老百姓的方法，没有经济，我们怎么反攻，对吧？你们无法取得人心啊，你政治上无法取得人心啊。他在当然最后反攻是无望了哈。那么当然他在台湾也做了很多的对于相关的，就是所谓反攻复国的那个，一个是复兴中华的文化，保存中华的文化，另外就是最后呢，他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来反攻，就是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那么在1968年的时候呢，他写，他说啊，他有一个反省，他说啊，迁台19年，这一年是我最有意义的阶段，因为我对于上帝的信仰呢，不负苦心人，就是有成就。另外呢，我这一生呢、啊，以迁台以来这个19年最有意义啊，虽然困难很多，痛苦最多，耻辱最大，可是呢，是我的思想比较成熟的时候，也是我学的最多，思想多，经验也丰富的时候啊。所以他认为啊，自信啊，上帝不负苦心，他是一直是很努力，就努力的自修啊。然后他在68年这个时候已经迁台19年了，他说我在台湾所做的一切是为党国补过啊。然后69年也是，他很思念，他特别想他的母亲啊，他很想回家扫墓，但是不知何日啊能够光复大陆啊，回去这个扫墓啊。他最后的日记是1971年，他说此为最黑暗的时期，可是我对光复大陆的信心毫不动摇，而且有增无益，确信上帝与真理与我同在。为什么他说71年是最痛苦的？因为这一年就是基辛格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还有日本承认中共，日本跟中国大陆建交，因为尤其是日本建交是他非常的伤心啊，他觉得中日有这么巩固的
这个友谊呢，邦谊最后日本还是要跟中共建交。那另外一个第三个打击就是联合国的席位啊，这个时候已经是攻防之战，他的日记里每天如何如何怎么样换票，什么条件，什么退出联合国的情况，现在日记公开很清楚，是他在主导啊，是蒋介石在主导整个这个联合国席位的事情。那么最后的日记，1972年7月20号，心绪烦闷，他很好玩哈，他每次讲完一个事情以后，大丈夫能伸能屈啊。那然后呢，7月21号，今日体力疲倦甚易，心神不支。下午安国哈，安国就是戴安国，安国来访，与金儿车游啊，山上一乍，就是阳明山这样逛一圈。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感冒，第二天就肺炎，就住进了荣总医院。那么从此就停笔了。就没有写，其实他最后的岁月他的字已经写得很少，同时他的字是歪的，因为他拿笔这个颤抖。这里面有个原因是因为69年曾经发生一个车祸啊，因为其实蒋的身体是蛮不错的，但是69年发生一个车祸，他受伤很重啊，所以他自己写，他说如果不是这个车祸，这个车祸让我折寿，如果不是这个车祸，我一定还可以活很多年。那么他最后的日记就停留在这个7月21号啊，1972年7月21号停留在。那么我刚才跟各位呢是提了一个他一生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跟各位来分享，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啊，太多太多的细节。那么蒋其实呢是跟常人一样的，有爱有恨啊，有矛盾啊，也有自我矛盾，同时呢他有很多地方是挣扎的，也有很多是不合理的地方。你看他很痛恨日本人，称他们为倭，可是他经常骂他的部属，你们不如日本人，要向日本学习。他甚至于在胜利以后，他请冈村宁次，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大将，日本侵华的总司令，请冈村宁次在东京成立一个叫富士俱乐部，然后派日本的军事专家秘密的到台湾帮国民党训练军队。这个事情数十年都不公开，因为怎么公开嘛，你打了十几年日本侵华的，最后让侵略我的人来当我的老师。所以他请日本的教官到台湾来教他们打仗，那个他们就每一个人都改名换姓哦，每一个人都取了一个中国的名字，而且他们都不坐飞机或船，他们都偷渡来，他们都偷渡了，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中国名字，所以他们叫白团。陈诚、孙立人都反对，没有道理，你为什么要让日本人来教我们？蒋介石日记就骂他们心胸狭窄啊，眼光短浅什么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我们不谈了。就是说他其实他心里想的中国现代化，我觉得他比较多是以日本为蓝本，因为他毕竟对日本他比较了解。另外就是他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可是他很敬佩共产党的组织效率啊，党的动员，还有他们的农人、青年、工人的工作、妇女的工作啊，他很想跟他们学习。那么还有就是他对革命有很大的使命感，他的一生都是要革命，他做的决定都是对的。但是他如何能够在孙中山过世以后迅速的在党中崛起，不但迅速在党中崛起，而且在国民党中一直维持着一个领导的地位。这里面我们在日记里可以看到啊，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在政治技巧的掌握和权力的掌握上他不手软啊，该做的时候他做啊，他是绝不手软的啊。那么另外就是他自己啊，一生非常的廉洁简朴，他的生活也很简单，可是呢国民党的这些贪污腐化事情当然他要负很大的很大的责任。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他想让农民有地，可是资本家反对他就妥协了啊，所以他也是有责任的。那么他呢在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蒋介石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非常敏感，易怒多疑，他特别自尊心特别的严。他在日记里面经常写此为我一生最大之耻辱也啊，有人批评他，或者魏德迈将军是跟国民党处得很好，当他要走的时候，国民党特别为他举行一个酒会，他在酒会里讲，他说我今天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友人，所以我有一些真实的话想跟你们分享。他就提到国民党军队里面一些问题，蒋介石就在日记里就，我想他表面是笑眯眯的，在日记里他就写如此侮辱我什么什么的，就他是一个很敏感，好像自尊心特别特别强的一个人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很多重大的关节、重大的决策上，例如要不要抗日，要不要跟日本和谈啊，然后呢这个战争怎么打，还有49年失败以后到底要怎么做，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部下都跑了嘛，对不对？
要就是投降，要就是跑了啊，甚至于像这个蒋经国、宋美龄都劝他出国啊，那他当然不愿意去美国。宋美龄甚至说你可以去加拿大或者去瑞士，他都不肯出国。就他在这个关头，他决心他要带领的国民党到台湾，而且另起炉灶重新做起啊。我想这是跟他的这个性格是有关系的。下面，那当然全世界现在开始因为这些档案的出现了，重新的认识了蒋介石。哈佛大学的 J. Taylor 教授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是成为畅销书，所以这是很难得的啊，就一个历史的书能够成为畅销书。这本书叫 Journalism of Chiang Kai-shek Struggl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他就讲，他说蒋介石一生啊都是追求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可是呢这种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有力的政府和素质好的国民，很可惜当年在中国大陆都没有存在。他说他虽然失掉中国大陆，可是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奠定了台湾民主化的基础。同时他认为最后一章，他说他觉得蒋介石在台湾的建设可以作为中国大陆改革的一个蓝图啊，这是 J. Taylor 的一个看法啊。下一章，下一个啊。那么我们从他的日记里面来讲，不但是蒋介石本人有新的面貌，中国国民党有新的面貌，中华民国的政府大家也重新开始的认识。所以这批档案的开放呢，对于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很大的震撼，甚至于改写部分的这个中国的近代史。可是在我们来看呢，可能蒋的家属他们很重视对于蒋介石本人的批评，对他的荣辱，可是学者们来看以及我们一般的读者来看，我们在乎的不是一家一姓啊，我们在乎是在这么浩瀚的档案里面，是整个我们中华民族所走过来的。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政治人物的政治思想的竞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啊、三民主义，我们看到的社会的动员，我们看到妇女的运动、妇女角色的变化，我们看到中国怎么样的日本啊，这个日本的侵略、列强、美国、英国如何的相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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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里面显现。实际上它是我们一个整个民族的一个记录啊，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学习到啊很多的东西，大家重新啊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啊。那么这个历史不是属于国民党，也不是属于共产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很高兴有个机会在这里聚会，大家一起在这里沉思啊，然后在历史中学习反省。那么我们非常的谢谢《世界日报》给我们这个机会在这里沉思反省学习。那么这也是我们辛亥百年，我们大家作为一个中国人啊，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么浩瀚的档案之中，我们能够得到一点点心得，那么希望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所以大家一起来努力，谢谢。不是家属自己来说了就算了啊，所以呢，今天非常高兴他们两位能够在座，同时呢，也要请他们多指教。刚才翁总编辑跟这个魏副总在谈到时候讲到我呢，说实话我要做一点更正啊，就是来函当场更正。因为参与这个计划有很多人，胡佛是一个整个的 team 在做，胡佛 institution 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不只是蒋公的日记啊，同时呢也包括国民党的档案还有其他的档案。那我呢只是历史上的各种的巧合以及各种因缘的巧合，还有呢上帝也在那边帮了忙，所以很多的机会凑在一起呢，使得我们在这样一个当儿呢能够把这些重大的历史让它开放出来。那我自己呢其实不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在里面是跟着来学习，所以要说我是什么专家学者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是真正的我不是客气，我是学 political science， 我不是学这个历史的，所以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学生。但是我因为有机会来参与这个案子呢，所以我今天比较能够拿到一些资料来这边跟各位来介绍。这是胡佛，胡佛最有名的就是胡佛塔了啊。那么在斯坦福大学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呢，胡佛呢是我们有个叫做近代中国特长档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最主要就是 preserving histor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就我们想把历史为后代保留下来。所以历史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希望把它资料保存下来，那么让后代的人来了解这个历史啊。胡佛他本来就有很多的收藏啊，跟中国有关的，像这史迪威先生、魏德迈先生啊，这些都非常的多。中文方面的档案也非常的多，宋子文、张家敖、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啊建党的资料等等的，那么都是非常的多。我们最早的还有清末的，像盛宣怀先生呢他们的档案。那么大家现在比较注意的啊，比较注意的，也换句话说，也是把胡佛跟我们读者比较拉近在一起的，是我们这五年来的一个特长档案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新增的档案，新增加了一个就是国民党档案，中国国民党的档案啊，各位没有听错，是中国国民党自己的档案。从新中会开始，1894年到2000年的档案，我们有六台这个空运的六台机器呢，到台北把它 microfilm 下来，原始档案还在台北。那我们把这些资料把它保存下来，保存下来之后呢，原始档案在国民党在台北。我们用 microfilm 的，为什么用 microfilm？ 因为 microfilm 可以保存800年，是真正的能够把档案保存下来的。那么另外当然比较有名的就是两蒋的日记，蒋介石先生跟蒋经国先生。那么除此而外呢，在20世纪重要的政治、社会啊文化方面的领袖的人物，宋子文先生、孔祥熙先生啊、曾琦先生，青年党的创办人、少年中国的创办人之一啊，阎立三先生、雷震、陈天芳、黄振成啊。当真一个非常关键的穿针引线的人数，让蒋介石日记能够馆藏在胡佛。那我刚刚也问了他一些事情了，我想等一下他自己就会来。我想蒋介石日记在胡佛对中华民国现代史啊一个公开，我是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选择啊。那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包括两岸三地是怎么样看这，包括全球各地现在形成一股所谓蒋介石学，两岸三地的蒋介石热到底热到什么地步，到底这个蒋介石学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内涵到底是什么。那我想等一下我们会郭女士会给我们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解说，我想我就不多说，我们现在就请我的同学郭教授，郭代军。李副社长、翁总编辑、刘总编辑，还有魏总编辑，还有刘副处长，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好，我今天非常高兴。但是呢，在我开始跟各位做报告之前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啊，介绍两位特殊的人物跟各位，因为他们两位以及他的家族呢，都是在民国史之中啊非常重要而且很有贡献的啊。一位就是周达先生夫妇，周达先生，是周鲁先生啊，是这个党的元老啊，国民党的元老周鲁先生的公子。那么周鲁先生在民国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啊，不但是他的功绩，他的人品，他对政治跟学术上的贡献都是非常隽永的。所以今天周达先生跟夫人在这边呢，我就有点紧张，因为夫子面前不敢卖文章啊，所以等一下还要请您多指教啊。另外一位呢是宋夫人，宋朝丽璇女士，她英文叫 Shirley 宋啊 ，Shirley。她是宋子安先生的媳妇儿啊，她也是这个在美国呢蒋宋孔家呢，是代表的蒋宋孔家把这些档案捐赠到胡佛来，或者暂存到胡佛来。同时呢，他负责是最先一个来审阅这个档案的人，也就是说他比任何人都先看，然后这个档案要不要开，什么时候开，开多少，要不要有一些字要把它拿掉，都是由他来做一个建议啊。但是我们非常的幸运，他跟他的先生叫做宋仲虎先生 Leo 宋，他们都非常的 open，所以呢档案都是开的，所以宋子文档案也是他们负责，没有一个字拿掉，包括这个对他们自己的先人不利的这些文字他们都保留，因为他们两位非常尊重历史，他希望把每个字都留下来。那这个历史要让别人来评断。
社长，那个刘副处长，两位总编辑，还有其他几位贵宾，还有我们今天主要的讲员，啊，还有我们各位《世界日报》的读者，大家好。好，我欢迎大家今天在这么具有一个非常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一天，能够拨到时间来这边参加我们《世界日报》举办的《不容情史进程辉解读蒋介石日记》专题演讲，这同时也是《世界日报》35周年为读者所举办的活动之一。啊，今年是辛亥百年，更重要的是建国百年。在建国百年过程当中，没有比得上这一本日记里面所蕴含的各种各种密码在里头，而唯一能够解读这个密码，我们想到那个 Indiana Jones 那个电影里头，有一位老者就是护着那个 Holy Grail 圣杯，等待解码者，等待真正懂的人来。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荣幸，我们今天看到这位护着这位圣杯的人，同时也是最重要最棘手的解码者。那我就不再浪费时间，而还有什么样的人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者，比我们世界日报总编辑翁总编辑更来的直接，更来的深刻。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我们现在请我们世界日报的总编辑翁总编辑。李副董事长，经文处刘副处长，还有在座的敬爱的读者，大家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演讲其实是延续我们《世界日报》35周年设进的一系列的一个中华民国百年的一个专案活动啊。我记得我们这个活动的开始第一场是，当然是重头戏是我们在元旦访问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有一个百年元旦的一个专访。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访问1949大江大海的作者，请到纽约来啊，来做专题演讲。求啊，好，到民国以后，到台湾之后，阮义成、李宗煌是做过云南省主席，蔡孟坚、马树礼等等等等的啊，这些档案都是我们新增的这个档案。那么中国国民党的档案我们已经做了大概有150万页，我们希望在8年之间能够把大概400多万页的档案全部都把它保存下来啊，因为中国国民档案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早期的中共早期的党史资料，是他们长征时候的这个资料。画的这个人呢，当年是个年轻的红军，那么经过了长征以后呢，最后中共在1949年建国之后呢，他做过他们的文化部部长，做过驻法的大使啊，他叫黄震啊，是这个他画的，这个都是当年的资料，宋子文的档案，孔祥熙的档案。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呢是蒋中正先生啊，蒋中正先生是个大帅哥啊，从年轻中年到老都是个大帅哥。他的日记在2004年的12月21号进入到胡佛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各位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日记呢，其实是损坏的非常严重，发霉啊，然后潮湿，中间有很多的细菌，然后尤其是早年20年代跟早期30年代的日记呢，是打不开的，像一块砖头一样的打不开的。所以胡佛经过了很多的处理，把这个日记呢慢慢的把它修复，一页一页的把它打开，然后做成像下面这样子，中间两个圆圆的那个就是 microfilm， 就是微缩胶卷啊，因为 microfilm 可以保存800年以上。这个是他早年的日记，这个是西安事变之后回到南京第二天的日记，各位可以看得到，你看损坏的非常严重，而且因为这个毛笔写这个墨啊，上下页沁在一起，所以扒都扒不开，然后你看这个晕染的很严重啊，所以大部分我们都能把它修复了，但是好像还有20几页是没有办法读啊，就损坏的太严重了，还是没有办法读。你看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这个是西安事变的时候呢，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12月27号 ，Schuetz， 他从1928年开始，他的日记每天都是从 Schuetz 开始啊，本日一病，下午会客，胞兄介亲，就是他的哥哥。胞兄介亲，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因为他在西安的时候他受伤了，他的脊椎啊和腿都受伤，余在病中，家人总不愿
始于闻之，家人不想让我知道。呜呼，兄弟三人今止残余一人，蒙难之中，就是他在西安蒙难，使病兄惊悸啊，至其，因为听到他蒙难，吓到了，使他的病更加的严重。但于出险之讯，我出来了，这个讯息呢，彼已闻之，当可慰其灵矣。就哥哥虽然今天过世，但他知道我已经平安出来，所以有一点点安慰啊。那我印象很清楚啊，在一月八号当天，我想当年在林肯中心的盛况啊，今天我们虽然场地比较小，我想同样的历史热情啊是依旧啊。当天我记得第二天《世界日报》的三版，我们的标题是龙应台，整个就是在纽约1949大江大海啊，在整个遗憾中有温情。他是以庶民的角度啊来谈这么多走过大时代的人对那个1949的感受。当天我们的二版处理什么呢？是郭岱君教授写的蒋介石日记的解读。他是1949啊，是蒋介石他日记里面就承认他是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年啊。那这样一个对照，也是我们的一个来看历史《世界日报》今年陆续推出的一个专案的部分啊。那我们从一月二号开始啊，每个礼拜天有一个走进胡佛解读蒋介石日记，到明天要见报已经第二十二期啊。那这个这篇专栏大概是《世界日报》有史以来少见的、啊、建立读者版面期待感非常高的一个专栏啊，因为这个就跟刚刚魏副总讲，里面有太多历史解码的东西在里面，那又是透过郭岱君的协助的统合，我们找到这么多世界各地的专家帮我们来看这一本日记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我跟郭岱君是1970年到1974年，就民国59年到63年是在台湾政大新闻系的同班同学。当年呢，我是比较规规矩矩去上课的学生。郭岱君呢，我平常上课很少看到他，他大概是经常是租在一个我们学校附近一个竹林里面非常清幽的房子读他自己的书。那我们班上也很奇怪啊，就是规规矩矩上课的人啊，出了学校以后都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成就，跟我一样也只能做报纸，反而是逃学的翘课的啊，后来在整个社会上啊特殊领域都有蛮杰出的一个表现。那郭岱君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想他在我们政大毕业之后，后来到美国 Oregon 念的政治学博士，后来他回台湾教书，然后从政啊，在新闻局待过，后来在总统府第一局的副局长啊。那我想用台北党政关系良好来形容他不为过啊。那当然他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他跟两蒋家族的有些关系也非常良好，这个也是为什么啊他到胡佛之后能够促成